替補機制呢個嘅辯論咧越嚟越激烈，咁頭頭咧好多市民都唔係好關心，咁唔知咩嚟嘅，咁慢慢咧，嗰啲市民就咦個現象好似有啲問題啦。最主要原因咧就係、是、一你冇一個諮詢嘅過程啦，第二喂將來補選原來我冇得去選擇嘅，因為到時環境唔同咗啊嘛，或者嗰、那個我中有選人亦都唔喺度啦，咁可能我選過另一個，咁但係冇得我選嘅喎，其他人選，咁所以慢慢咧、那個不滿情緒咧就係即係好濃烈啦。咁所以如果你特區政府夾硬嚟，即係去衝呢個咁嘅關口咧，我相信會影響嗰個管治危機。咁所以政府要三思，先收翻先，然後再進行一個諮詢，等大家認同啦，或者有個新嘅方案咧，先作決定咧，合理一啲嘅。